下点雨了啊！最近这几天达拉斯气温太高了，38-39度。终于今天早上下点雨了，看一下我的菜园，下雨的无花果，无花果快熟了，无花果结了很多。下的一场雨，地也浇透了。多哈。够小胖哥和妹妹吃的啊，吃不了。喜欢吃无花果的朋友可以来吃了啊，很多的，看看我的无花果，看那一大片。去年的时候更多，今年因为太多了，外边那个草外长的那个我把它修剪了，太大了，这无花果树十几年了。那这个无花果呢是结的那种小的，很甜。看来太多了，太多了以后它可能结的小了，挺够吃的。那一下雨以后这太好了。看那西红柿啊，这西红柿，看那快熟了，这个变颜色了啊。这个一下雨的菜。因为用水浇怎么是不如这个下雨这个来的浇的透彻。现在还下了，看见没有？哦，西红柿熟了啊，熟了，西红柿啊，看见没？慢慢都开始变熟了。这有两个大的包子，不包子的西红柿一熟了以后，有的小鸟和它兔子什么的来吃。这个啊，黄瓜，这是好像是美国黄瓜，看人小，这黄瓜小，我再吃了小的。啊，豆角吃了好几茬了。看又出了新的豆角，开花了，开花又开始结。这边，哎呦，那韭菜啊。韭菜一下雨长得很好的，韭菜马上还吃能吃到了，那韭菜能弄一点，包括韭菜饺子，三鲜的或者是韭菜肉的啊，都很好，他自己种的，新鲜。哎，这边还有几个小辣椒，地瓜，他种的地瓜。下雨，看看我的，这种的第二茬这个豆角，还有撒的这个小种子也出来了，看小种子，这叫什么营生菜，撒的小种子也出来了，出来一片，这边有，这边。长得很好啊，挺够吃的。小柠檬树，
看个小西瓜，小西瓜跟我旁边，从这头，小西瓜，